走入店家，五颜六色的商品显示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。随着台东的经济不断成长，商家借着这夕阳的大日子，将商品用圣诞优惠的方式回馈民众。多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是情人们交换礼物的最爱商品之一。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，就是那种有点怀靴式的那种，就是流金鞋的样式。我们现在还有搭配爱心伞的优惠，而且我们199元是连同成本全数捐给就是七大公益团体。店里头不但提供多种不同的鞋款之外，也没忘了要回馈社会。购买雨伞的销售所得全数平均捐给公益团体，回馈社会，援助需要被帮助的人，让在寒冷的冬天，弱势团体也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。随着圣诞节的到来，除了业者求新求变之外，卖出了许多让人惊喜的商品，还能够温暖需要被帮助的人。东台新闻张家维台东报道。